老严，你这不地道啊！说好的给我搞刺绣，在哪呢？别着急嘛，这不就是了吗？四大名楼之一的黄鹤楼，纯手工刺绣，不一样的针法，不一样的立体感。到时候你的亲戚朋友啊，一定会说你很有品味。你看要不要上来体验一下？嗯，这看着就挺不错的，特别是这个行椅啊，我家小朋友肯定会喜欢的。就是这个整车颜色的搭配啊，你看还满不满意？绿色招财嘛，我肯定喜欢的呀。那就行，整个仪表台呀，我都给你做了包覆，中间还装了个大屏，简单大气又好看，最主要是性价比高。嗯，就我那个预算啊，能够搞出这样的效果，真的不错啊。那刷卡提车。